三百六十行，行行拢会出状元。因的脸部一粒200块，因有脸部的大补体，因有上水的白脸部，为您介绍屏东脸部界的乌金公。 哇，安尼好势，安尼哦，规拢光光光啊，嘿，还是讲剩只手仔机尔，啊，唔知感冒啊，未也无穿衫。哎，大哥，哦，阿拢加衫了哦，来啦，加好啊，加好啊，哦，来啦，阿来大家教阮斗穿一只裙的啦，阮的手仔唔爱穿裙呢，手仔穿裙。系啊，哦，恁袂怪啊，是不是穿裙？是不是要甲手仔啊，用棒啊，安尼甲围起来，安尼安尼做穿裙对吧？哎，巧呢。 不是我巧啦，我那学真济去啊啦！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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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哦，杨哥，哎，啊这树啊呢，啊你家用这啊那个加翕条嘞，还袂翕死哦？袂死啊，伊主要即摆来开始要培养花叶啊，砍起来要让伊卖有日照，啊要让伊产生那个花芽，要运那个枝枝搞，要来甲催花啊。安尼会当催花哦？系啊，啊就是咧甲保那个隔离紫外线啊。隔离这紫外线，爱得较紧开花安尼对。对对对。哦，这年头你也想会出来。无简单，无简单。头家讲用这个步数是有伊的用意啦。进前剃光头是要刺激树仔的生长，啊，穿裙是要阻止树仔行光合作用。所以廖准讲家己剃要死啊，伊就会提早开花。头家讲树仔若看起来较稀，就要改穿裙的方式。啊，若是讲恁母树较勇健呢，就要用乌棚啊、规丛安尼家己包起来，敢若亲像包蒙古包同款，安尼就行了。哎，曾哥，我带你来溪头。溪头，恁溪头是有哪有栽迄个莲雾丛个，啊无，咱着去到溪头，哦，啊足麻烦个。毋是啦，即摆是要来甲溪迄个莲雾头。要用啥物溪？用这。用这溪迄莲雾头哦。哎，对。哦，安尼哦。哎。哦，行行行，我带你来，来来。来，来，这哦，你去你去。哦，哎呦，哎喂，哎。杨哥啊，这有人要甲你报啊！你个树啊，你看，这甲你刮呢？唔咪啦，这是我刻的啦。我人树啊，生较好好，是安尼共刻安尼啦。因为这我就是准备两个月后要催花啊，啊，即马暂时想要甲莲雾树丛做断枝啊，我卡底的肥嘛，佮要吸收起来，树上起来伫树丛。刻安尼爱肥就袂佮起哩，安尼对啦。嘿，对。啊，人伊都无简单，你今日捌去啊，啊，你要佮佮伊刻哦。哎呀，啊，即马我叫你来磕头的原因就是讲，即马这是整个月刻的，啊，这到催花佮一个月时间吼，啊，即马这伤口的部分已经佮咧愈合啊，你也无去甲磕掉伊丛的佮土新苗啊，佮土新刀。所以，所有的工作要搁化工，啊，所以今麦爱来开始甲切，我要找伊个切头，是切这个点木头。安尼哦。这话嘿，这生出来的浆吼，这拢爱甲切切，安尼较袂过要吐死。短枝就对啦。对。这部有影巧嘞，将点木的生机变成寒天，嘛有真济好处嘞。除了讲撇边梅雨季节以外呢，寒天的点木嘛较水较甜。较早这农民为着要让伊较早开花啊，拢会将树啊长根，和树啊浸水，啊伫树啊卡放盐，啊是讲放冰角等等的方式。也毋过到尾啊，才发现讲，啊是用乌网啊来盖啊，这是上好的办法。林木勇啊，我来挂两罐冻海龟啊，甲一罐热巴。哦，热巴呢，好啊，啊你电话用起来后去安怎？好，作战。作战。哦，袂歹。林木勇啊。哎，陈哥啊。你有伫卖鞋啊？有啊。啊，你有兴趣未？有啦，五十外咧。我甲你捧上几罐。啊，行。哦，原来你讲这冻海龟哦，这是要恁母食的。这要恁母食的啊。哦，我当作要人食的，啊，你若会叫名，你互人，我袂想，我袂误会啊。因为咱要互农民哦，好记，啊，爽够有力，啊，所以就会这个名。这用一爽够有力就对了，冻盖骨。另外一个阿婶吼，有哪来讲买等于买互人食？有哪买这个买等于人食？系啊。所以你就取这个名。对啊。啊不，这边啦，这边叫做李爸。吼吼吼！哦，啊这是你创啥？啊，这边有两木较大粒的啊。啊，还有这乌姜。哦，种这，那有真正种啊？啊，这个海草提炼起来，啊，这要主要要两门菜，芋头。哦，菜芋头啊？嘿，菜芋头啊，嘿。哦，你袂用啊？
啊，你即摆到底是你种莲雾的，还是你卖这肥料？啊，就阮兜有呐咧卖肥料，啊有种莲雾，啊替我转来，就转来斗三工啊。哦。林武雄啊，私底下同我讲，其实伊伫个秘密之中有善财童子教伊去安怎用种莲雾的方法，伊的莲雾才会这样水。为着要得到神明的照顾，伊才会用善财童子的像来做伊的 mark， 而且伊把所有的技术写做一本册，来教农民安怎用种莲雾。一种未看破的表现，嘛，让伊得到神农奖。即卖头家阁成立着共同运销合作社，将果农团结起来。作为来拍响乌金宫莲雾的名号。哦，迄是啥物花？哪会遐水啊？哦，这是莲雾花。哦，迄莲雾花哦。哎。哇，莲雾花那敢那刺球的啦。哇，这水水水。啊是讲，敢那看到这莲雾花尔，啊那规丛拢花，也无看到莲雾啊。有啊，啊即摆咱这个莲雾当捧花耍吼，下花下花了，伊就是前肉就变安尼啊。这莲雾个性就慢慢产生起来。啊。哦，原来迄莲雾花若射了后，啊，迄就是变生莲雾出来就对啦。对对对。哦，是安尼哦。对对对。啊是讲你安尼，你要拍摄拍摄大拍来，啊拍摄是要送啥？俺今仔日是要特地啊，像即摆话较早的吼，伊也射了，变当中啊，小当中即当中吼，啊鱼活长吼大了，俺就要甲包起来。这细了就要甲包起来。对对对。嗯啊，迄啊细了呢，啊包甲这个才大个。啊，但是伊经过两个月后，伊产生甲鲜果时阵就是遮尔大粒啦，三粒。四粒一斤啊！哦，伊慢慢大，慢慢大，所以讲啊，准备较大个就对啦。对对对对。等，像安尼要特地进前，一定要先喷那个薄荷素。薄荷素？是啊，是恁的避孕的。是啊是啊是啊。我就知哦，就是这。是是是。哎，快，这我也要。这你喷哦，啊喷落去到地哦，爱做较好食。就喷涂骹安尼。没啊，迄一粒是要甲喷淡点物料。喷这是要创啥？现在主要是要增加它的细胞分类，要把它的果型，莲雾的果型要拉长拉大。奇怪呢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什么后尾什么立霸啦，吼，后尾什么上盖用。哦，还有这，哇，你哪会遐麻烦啊？还要分这样子地搞工哦。对啊，你要一条莲雾要甲果实这样子水，拢相当的照顾，爱食介一滴啊。哦，爱好照顾就对了。对啊，对对。哦，实在有影无简单啦！伊为着要让莲雾树长得又高又壮，头家亲身研究，开发出90几种的营养剂。伊对莲雾的照顾是比照顾人佫较用心啦。虽然头家讲伊是有生命的相助，才会这么顺势，也毋过我相信伊嘛是靠家己的努力。